醉酒，不会乖乖回家睡觉啊？嘿，你快醒醒啦！你的腿能不能出点力？我不是有钱人，那么就什么也不是的意思吗？你跟我那个酒鬼爸爸有什么不一样？无能的男人结婚还生孩子，学长跟我已经结束了。这孩子生了我自己会死，以后不能怀孕也没关系，只求你帮我动手术，拜托了你，拜托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翻转吧宝莉，连播2小时。